们最近我发现了一件事，就自从小麦认识了真真，他一天比一天娘了，不仅新衣服要买小裙子，回家还非要展示给哥哥看。那不是假，来点啥吧。跟我呗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懂心长的。我学生择日不如撞日，于是刚好趁着放假带着他去找哥哥们交流一下。一开始的画风也非常正常，我奶奶腿给我收起来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三个就开始比起了身高。谁高？你跟我身高。王奶奶，你要不要听一下自己在说什么？不管怎样，这趴也算是过去了。谁不是说过了给你们做东西吃？那先喝点牛奶垫垫肚子吧。小麦，我刚好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么巧，这不小麦喜欢的迪小小黄条要盖。最近春天来了，我正准备给小麦补货，主要是他盖 DK 同补，小麦追上真真就靠他了。而且现在各种病毒细菌防不胜防，像这种独立包装一次一条的液体盖特别方便。